我今天有素颜。好，我们今天素颜，待会干嘛呢？我们今天来画艾丽卡的仿妆。我还没有看呢，推荐吗？它可以当成一个贺岁片来看。那贺岁片的定义是怎样？就是爽片，不会想要动太多头脑的。可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很难呢，因为它跟你本来脸型就蛮像的。不是，你知道它要挑战什么？叫它是假人吗？它是合成人，这就是底画厚一点嘛。然后它的脸异常的小，跟眼睛异常的大。哎，我是不是长这样？是啊，你就是长这样。没有啦，因为他的那个眼睛会比一般正常大，然后我眼睛是圆形的，我知道会比一般正常大，但是我是圆形，你要可能要把它拉长，然后拉长要怎么弄啊？靠眼线跟眼影把它就是往外拉长。那等一下，今天是我要来挑战哦。你如果就是画的不好，然后观众下面留言画不好，你就是重修。我老师叫。好啦，还有那个眉毛啦，眉毛长得不一样，它异常的细，然后很平，你有感觉到吗？那我把你修掉吗？帮我怎么弄？遮掉啊！你休想动我的眉毛！这边东西可以遮吗？你说这个粉底？对啊，你就把它遮掉再画就好啦。我不准你修我眉毛！哇塞，这支影片点阅率会多少？然后你就把我眉毛给刮掉。好，那如果破100,000的话，下一集就帮你修眉。耶！这个粉底需要怎么用啊？就是你可能先倒在，但很湿哦，这个是异状的、哦。是直接这样倒吗？那这是跟牙膏一样。No 倒在手上。要多长？够了，这雅诗兰黛，这贵的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吗？嗯哼，牙，这是刷油漆的感觉。刷。哦，等一下哦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用哎。那你就用手、啊。这是谁发明的？这是秦梦婷，这是 Mandy 给我的。OK，Mandy 是也觉得不好用才给你。应该是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给我之后，他也不是说这个超好用或什么，他就说哦，看你啊，你如果习惯用就用。所以 Mandy 就是把他不喜欢用的东西拿给我。是，这个应该就是艾丽塔的感觉啊，这样。什么意思啦？我感受到这个粉底刷的不好用。嗯，请说。吃，它很吃粉底。就是都卡在毛上面了，画到你嘴唇怎么办？这是可以吃的吗？哦，这可以吃啊！我们要吃一口很难。不要啊，我这样的力道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怎么样？按摩是？水温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嗯，你的头发。啊，我忘记了。好。为什么那么手忙脚乱？你上一次帮我画的时候好评蛮多的，人家说你画得很好，所以我才让你挑战画仿妆。我从那之后就转行了，我现在化妆师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是那什么要结婚的什么新蜜，都可以跟他联络。可以哦，我问你哦，怎么样？眼皮是要均匀吗？废话哦，对，你知道身为一个专业的彩妆 YouTuber， 脖子要上了。好，那就全上了。有点累了，你的脖子好长哦。吓一跳吧，人家都以为我是修图，其实不知道我本来就长得很修图。你那个真的是可以吃到？没关系啦，化妆品还好。就用用完。你要干嘛？就是要上就全上嘛。好，你看起来好像生病了。生病妆要完成，快点。好，下一个。你要遮瑕？眉毛对，遮瑕。你遮我眉毛。啊、真的要用折的妙棒，因为艾丽塔的眉毛其实超爆细的，然后我的眉毛超爆粗的，这很难哎！我在网络上面搜到，我都觉得哇塞，一点都不像，他只是画两条红在脸上而已。我不是想要帮我打亮。对啊，我不是很会用遮瑕膏哎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就我好了吗？你不遮黑眼圈吗？还是我没有黑眼圈？照理来说应该是要遮掉的啦，就是他整张脸都是进厂维修过的样子。那他有生育能力吗？其实。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真的，因为他跟男主角有打炮吗？是没有，没有打炮，是没有。你这那他会剪掉吧？要剪掉吗？不用吧。他跟男主角是有亲密戏，可是他的身体是钢铁的耶。那我觉得男主角可能是 gay。接下来要干嘛？眉毛吗？你可以先定妆，因为你刚刚是用湿的嘛，所以你现在用干的，对吧？好。你不要那个表情好不好？我有点不解你上粉妆嘴巴上什么意思。因为我们刚刚嘴唇也有画啊。OK， 那个脖子啦。哦，脖子也要定吗？所以现在是眉毛，好难哦。它就细细的一条，然后平的往上啊。我不行了。怎么样？你看一下。好难啊！真是，我看起来好生气哦。我觉得角度是对的，但你的毛就太多啦。你看你这个，我遮不掉。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这么好遮，怎么会遮不掉嘞？是我上的不够多吗？对，你就是下手要重哦， 直接重，直接不自然的压掉。
然后不需要推均匀，因为你要均匀才遮掉那个毛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很喜气耶，我长得好像年兽。好，是你这支眉笔太难用了，自己技术不好，然后怪我的东西。你现在真的，来，我们那个镜头在抖动。你现在真的很生气耶。愤怒鸟，完了啦，要退订了啦，被退订阅了啦。现在多少男生按退订，好可怕哦。下一个 ，OK， 我换好隐形眼镜了，再往下一点点吗？好像不是很明显。OK， 我刚刚在换隐形眼镜的时候，我就有点难过。来吧。好了，我现在要求不多，你不要让我瞎掉就好了。我好抖哦，借我靠一下。你可能粉要上重一点。这个线条好好看吗？什么？我好好看啊、哦！我可以看吗？可以，请看。看得出来这个线吗？好像还行哎。你知道有时候眼影啊，你画太多不一定会让眼睛变大啊？真假的？你要画在对的地方才会变大。眉毛是不太会画的。你刚刚有碰到、啊？当然没有啊，我刚刚只不过是戴了一个隐形眼镜而已。我看到很多人那个粉没推匀，我都没有就是动手。你说什么粉脸吗？对啊，可是我想说算了啦。算了啦。今天太多事要做了。什么事？你要做什么事？啊哟，太难了吧？等一下，你这什么动作？怎么那么特别？等一下，我先大笑一下。怎么？你动作那么特别？眼影来，哎、欸，这是眼影笔对不对？我用眼影来救。我觉得我想的好妖艳啊。它就很妖艳啊。是吗？它是清纯的呢，觉得好像有哦，有吗？可以哦，来，我自信回来了。睫毛在哪里？我自己夹好不好？我怕我夹掉。你不要一下就下去哦。哎呦喂 ，OK， 哎干，你会夹睫毛哎？啊，拜托、啊。哇塞，我竟然敢让你夹睫毛哎，我会不会死掉啊？我有一种眼皮被刷到的感觉，没有吗？好像有，但无所谓了。啊，画出去了，越画越大，完了。我画一个翘唇，很小。就画完之后，有没有觉得我素颜反而比较像？有。好啦，画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你应该就收工了，好不好？修容要吗？啊，你要修容好。因为没有颜色啊。下手重一点。看，没有啊，是我手太黑吗？有可能。等一下，你在涂我头发？不知道从鬓角下去吗？你的动作怎么那么奇怪？那我怎么用？这种像残障，怎么办？我这样，我失败了。怎么了？你不要哭，怎么了？你不要哭啦！为什么哭？太荒谬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很像整人的耶！哎、欸，它是有一点那种就是不均匀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好，这边要不均匀一点。好，你刚刚什么笔法？我不太明白。你刚打圈吗？这不均匀啊！我们要跟所有的 coser 致敬，你们真的辛苦了。你手这个？你说什么？我吗？我怕它掉到我衣服上。OK， 我现在已经换完妆，我现在是不是不要动？对，因为你头发这样，其实还蛮像啊，大家。我不知道我现在长什么样子。评分一下，下方留言。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摄影师觉得几分？满分几分啊？100分。100。我觉得有80吧。80算高吗？好像算高哎，蛮厉害的耶。你为什么每次都可以误打误撞啊？这过程不重要啊，过程不重要，过程就会发生一些不是那么熟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反正我们现在就已经转型成专业型的美妆 YouTuber 了，有什么就是化妆的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会给你们最专业的回答。OK， 我会被真的美妆 Vlog 打，都你说了，我不敢讲话。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订阅，然后在下面留言，拜拜，拜拜。稍微这样用粉这样，其实还蛮像的，是不是？大概。